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，使得它不会大幅的向外扩展，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。这不是对中国大陆，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。我想大家都努力的把这个抗疫的工作能够做得更完整，所以双方有很大可以合作的空间。那我们跟大陆之间也有在医疗方面的技术合作的这个协议，我们希望能够充分的运用。